玩具朋友们。大家好，凯莉和玩具朋友们，我是凯莉 Kitty Kitty。今天呢，噔噔，带来 Hello Kitty 蜜桃果汁和棒棒棒。凯蒂猫出奇蛋，一起来玩一玩游戏哦。那么现在我们开始玩吧。首先，凯莉来制作凯蒂猫蜜桃果汁，看一看吧。看包装的后面，上面有两种不同的这样的杯子，一个是桃心的，另一个是普通的 Kitty 杯子。凯莉准备的是这样的，噔噔，非常可爱的粉红的画着星星的杯子呀，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呀？那么现在开始制作一下桃汁饮料了吧。首先呢，上面有星星，能看得见吗？倒水的时候倒到星星线为止。来，倒入一下白水，把水倒入杯子里面，噔，到星星线为止哦。然后这个是可以制作出蜜桃饮料的粉末，背面是这样的，前面也是非常好看的吧，这样子的。来，把粉末放入杯子里面吧。看包装的话，好像是会冒出气泡的，就是说把粉末放进去的话，就会咕嘟咕嘟的冒出气泡来的，所以呢，不要错过看精彩的部分。哇，里面是白色的粉末，可是味道特别的香，飘出来哦，是蜜桃的味道吧，特别特别的，甜甜的蜜桃的味道。那么凯莉把它倒入杯子里面了，大家要看好了，一二三，咻，好了，把粉末放进去了，开始冒出碳酸了，碳酸出来了，看看这个，我们来搅拌一下，会冒出更多的碳酸的，搅拌吗？嘘，哦，搅拌搅拌，哦，咕嘟咕嘟咕嘟嘟，哇，冒出很多的气泡来了，噔噔，很神奇吗？溢上来了，咻咻咻咻，渐渐的上来了，咻，噔，搅拌的越多的话，泡沫上升的就越快哦，好像是这样的，越高，噔噔噔，好啦。接下来在这里放入冰块的话，我们的制作就完成了。凯莉来放入一点冰块吧，噔，这样一来，我的们蜜桃果汁会变得很冰凉冰凉的哟。现在可以喝了，到底味道是什么样的呢？应该是蜜桃味道的吧。好棒好棒，特别的好喝哦，哇，真的好好喝啊！这味道怎么说呢？是蜜桃味道，蜜桃饮料，但是特别好喝的味道，正宗的美味的蜜桃饮料味道，太美味了，无法形容。凯莉下次练习好了表达能力再来。就这样，我们成了饮料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打开凯蒂猫的出奇蛋来看一看吧。放在这里看一看，来看一盒里面会有三个出奇蛋的哟。打开这个盒子，来我们看一看，是这样的，有这样一二三个出奇蛋装在里面。我们先看看包装的上面有 collection 这样的搜集，查看一下 collection 里面的话，会发现穿着不同的衣服，带着不同蝴蝶结的凯蒂猫画在上面的。剩下的我们也来打开看看吧。凯莉呢很喜欢这个带着蓝色的蝴蝶结的凯蒂猫，我觉得它很好看，是不是啊？感觉实物会更好看，所以希望得到它哟。那么我们打开第一个出奇蛋来看看吧。第一个看一下，里面是，哇，当，这是凯莉打开的公仔当中最可爱的公仔了，好萌好萌啊！
这是谁呢？这是手里拿着礼物盒的可爱的凯蒂猫咪啊，它是玩偶公仔。看看它的侧面还有背面，噔，特别的轻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看，它是以很轻的这样的塑料制作成的哟。戴着圣诞老人的帽子，好像是圣诞节系列的玩偶哦。接下来呢是第二个，是什么样子？哇，是不一样的。哇，出来的是凯蒂想要的那个，真的是太可爱了。它好像穿着游泳衣的凯蒂猫哟，所以头上是蓝色的。哦，这个是蝴蝶结吧？哦，不是，是游泳镜。身上穿着比基尼，是不是很可爱呀？背面呢也很可爱的，太可爱了，可爱啦，好开心呐！现在不用打开别的了，因为我想要的已经有了。凯莉现在第二个想要的是什么呢？一起看一看吧。万圣节穿着黑色的衣服的凯蒂猫，哦，黑色的。接下来打开第三个出奇蛋吧，第三个。第三个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哇，粉红色的，噔噔，这个也很可爱吧？这个公仔是手里拿着花朵，拿着鲜花，穿着粉红色的衣服的凯蒂猫。看看侧面的模样，还有它背面的模样，嗯，很好看吧？其他的都是带着蝴蝶结的，只有它头上戴的是花朵。哦，真的是很可爱，很独特。这次是第四个，第四个出奇蛋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凯蒂猫呢？嗯，看一下吧。哇，好可爱呀！这是拿着苹果的凯蒂猫，头上呢也有苹果，手上也拿着，也是苹果呀。看一下侧面吧，侧面，还有背面。拿着苹果的凯蒂猫，好可爱呀！今天出来的全部是公仔，所以都很可爱。以前还出来过钥匙链这样的，是吧？下一个，第五个是不一样的。哇，噔噔，他手里呢只拿着一朵花朵，头上戴着两朵粉红色的花朵。这样很可爱的凯蒂猫哟，这个跟它长得很像，但其实两个是不一样的。我还以为是一样的呢，其实不同。而且看一下背面，比较一下吧，一个有尾巴，另一个没有尾巴，是吧？哇，九个当中五个是不一样的。凯莉这次拆箱成功了吧？以前都是出来一样的玩偶，这次是第六个了。第六个里面果然会是哪一款的凯蒂猫呢？是什么凯蒂猫呢？哇，一样的玩偶，不过没关系。这是刚才凯莉打开过的那个公仔，现在他们是双胞胎了。这个公仔长得一模一样，是吧？手上拿着花，头上也戴着可爱的小花花。哦，可爱的凯蒂猫呀。下一个我们来打开一下第七个，第七个啦，看看吧。凯莉觉得是不会出来万圣节的凯蒂猫的，因为万圣节好像是很稀有的。出来万圣节的凯蒂猫多好哦，它的屁股是红色的，肯定不是万圣节的凯蒂了。这又是相同的吗？不会吧，啊，苹果哟，苹果，手里拿着苹果的公仔，跟这个双胞胎出来了拿着苹果的公仔。哦，这真是不行啊，现在只剩两个了，没办法了。第八个是，哦，是粉红色的，粉红色的是没有出来过的公仔。嗯，这个也好可爱哦，这个是穿着带毛衣服的凯蒂猫，很可爱吧？这个是冬天的凯蒂猫，所以它的上身下身都穿了温暖的毛毛的衣服。我们来看一下背面吧，好可爱。那么现在我们一共打开了八个蛋了，下一个最后一个第九个蛋是什么样子呢？凯莉总觉得这是出来过的公仔，好像要诞生三胞胎了。三胞胎呀，小朋友们，大家看呐，
胎了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没办法了，那么把收集到过的都拿过来吧。非常幸运，永靖猫出来了。等等，这样一来，凯蒂猫公仔拆箱游戏就结束啦。今天呢，拿着 Hello Kitty 蜜桃果汁盒，凯蒂猫出奇的一起玩了玩游戏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那么凯蒂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来分享哦。再见。